两只马要快生气，快被我们小孩弄到不耐烦的感觉。稍微用力一点，要出力，大力一点点，还可以，很开心，对，还可以有感觉，松一点点，啊，轻松一点点，两只都好，我怎么突然在放走？小吉，我是乖乖。我们今天影片是跟朋友一起去骑马体验，还有照顾马的体验。那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欢迎留言、按赞，还有欢迎留言给我。请看接下来影片。瑞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骑马。骑马。那你现在什么感觉？很兴奋。很兴奋吗？嗯。耶。哦耶！噔噔噔噔噔噔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正在往三一马场的路上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们今天要照顾马，早上是要照顾马。嗯。先了解，有一个导览教你怎么接近马。今天就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安全。那个安全就是马的后面屁股绝对不要跑去那里，因为马只会踢后面的路啊，所以千万不要摸到后面去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三一马场。那我们现在要进去了，今天下雨，但是因为它这个算是半室内，不用担心说就是会淋到雨。啊，现在在马场的厕所，我觉得这边连厕所都还蛮干净的。对 ，Hello， 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今天跟 Honey 来，然后这是咪咪哦，哎，还是乖乖的朋友，抱抱抱抱。所谓的吊马桩就是我们会把马吊在这里去帮他们做整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这里帮马做整理的部分。那你看他们可以一只一只吊在这里，对，让你帮他做整理。你看他的刘海，他的发型是不是跟你很像？对啊，卷头发。快被我们小孩弄到不耐烦的感觉。他的头发好好笑。我们等一下一开始会先拿这一边，这边四个挂的都叫做逆毛刷。那所谓的逆毛刷，我们等一下就会逆着它的毛发的方向去帮他们把身体上面的脏东西、灰尘啊、木屑啊，都把它从它的毛里面弄出来。这边的是逆毛刷，然后在这里第三格的这里，虽然他们这一边都叫做顺毛刷。稍微用力一点，要出力，大力一点点，可不可以？很开心，对，它就会有感觉。就是看一下下面会有一些毛啊掉下来，你把它刷出来之后，再拿顺毛刷把你刚刚刷出来的毛，由前往后顺着它的毛帮它刷掉。哎呀。啊，这样子比较过瘾。他喜欢，他还要。他会跺脚，就是他还要。对对，因为马很喜欢吃红萝卜。为什么？这是他们的类似甜点。啊，是，哎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是不吃牧草，等于是他的米饭，但是这个就是点心，特别好吃，零食特别好吃。来，这个马哈。还记得了。来，多拿多拿。每个都可以喂啊，都可以喂。这只好可爱哦！
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距离，然后你走到它后面。他会自己找。汪哥可以放下吗？确定吗？哎，对。好，弟弟要看前方哈。好，小姐拉一下左边。哎，对。我们走了哈。来，小姐注意一下。哎，对。对，肩膀抬起来，眼睛看前面，看高一点点。拉右边，妹妹要拉好、哦，不是拉安全带 ，OK？ 的拉安全带，它不会转弯的啊，拉紧啊，放轻松一点点，放轻松一点点，两只手好不好？为什么突然放手？哎，放轻松啊，肩膀往后，不然它越跑越快哦。对，肩膀往后，跑后它就会跑很慢，真一条腿啊，好帅，赞。这样子而已啊，速度最快就这样子而已。不要冲他脸！不要冲他脸！不要冲他脸！你干嘛？冲他身体就好了。我们打卡，我跟你说。你要玩个船？我被水泡了。好，你找个地方。没有。他比较快。会有一些皮肤的问题，对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擦干，擦一下脸。他好乖哦，你真的好乖哦，你是有地乖乖油吗？怎么这么乖？通常年纪大的毛比较稳定。他几岁啊？他23岁。这次的骑马旅程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下次有机会还想带乖乖一起去骑马。这个只是朋友约我们去。朋友约你去啊？嗯，对，只是我只是想要打算去那边玩的啊。嗯，那你觉得玩的怎么样？我觉得玩的还好啊。还好，蛮可爱，对不对？可爱可爱的，可爱可爱的。嗯，好，那就跟大家说什么，拜拜拜拜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有什么主题想看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发现穿好帅气哦，就像黑人一样，好像胖虎，好帅哦，可爱哦。好。哎，你已经把这，为什么又把单？要把单，就是要讲单。